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是在山西大同。现在我又来这个大同古城里面找古建筑了，就是这里，善化古寺，一座始建于这个唐代的古寺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寺中。在唐玄宗时期呢，它这里叫开元寺。辽末呢，它是毁于战火，在金代开始重修。在明代呢，开始叫这个善化寺。这里呢是三圣殿。我们看它这里上方巨大斗拱，它这整体呢也是保留这个唐代的一个风格。这座三层殿呢，它就是为这个金代所建。进来之后看到的塑像是非常壮观，非常高大。这里呢是就是华严三圣，佛为金身塑像，菩萨呢为彩绘，都非常非常漂亮和精美。这大殿之内呢是有4通10碑，其中2尊金碑呢是非常的难得。三圣殿的整体造型非常漂亮，它是为一个5块间，在这个高高的台基之上。它这一处的建筑呢，也为这个金代初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。它上面的斗拱呢，是既有这个装饰性，也有这个实用性，承载这个大殿的一个分解力量。主卧三圣殿呢，就是大雄宝殿。这大雄宝殿呢，它是这个善化寺最大的一处建筑，也就是它的一个主殿。但是非常难得的，它不是金代的建筑，它是为辽代建筑，它也是整个寺院没有被这个辽末的战火所洗礼的一处建筑。大雄宝殿呢是非常气派，它是为辽代建筑，但是金代呢也是有过重修。这座大殿呢，它是面阔七间，进深五间，长呢是有40多米，这个宽呢也是有25、26米。这大殿进去之后呢，真是非常开阔，里面呢是一间非常宏伟的殿堂，在它里面所供的就是5尊佛像、5方佛，全都是泥塑金身，非常非常壮观。它这些佛像呢，也都是为辽代的精品，非常难得，非常的高大。在五方佛的周围呢，就是非常谦恭的弟子和菩萨，然后在这大殿两旁呢，就是非常威武的24诸天。都是有这个2.5米的立像，也是非常的宏伟。这24诸天呢，它是为这个金代的塑像，其中呢有这个日宫天子，还有这个月光天子，雕刻呢就是有如贤惠的妇人一样。这些辽金的塑像呢，真是非常非常精美，雕刻的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这些塑像呢是姿态清雅，仪容流畅，雕技呢是非常的高超。虽然呢在后来的历朝历代，对这些辽金的塑像呢都有这个色彩的一些修复和一些修缮，但是呢它依然是保持了当时辽金塑像的一些风格。大雄宝殿，它这里这处牌坊呢，它也是建于这个明代。在大雄宝殿两侧呢，有2处楼阁，是普贤阁还有文殊阁。这普贤阁呢，它是建于这个金代，这两处楼阁呢，都可以登高望远，非常的好。这普贤阁里面呢，就是普贤菩萨一个骑白象的一个塑像，这白象呢，就是他的坐骑。我们来看这里，这是普贤菩萨他坐骑的象牙，它有6个象牙，也就是代表人的五官加一个身体，还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着6道，不堕6道轮回。这是九级顶的楼阁，它上面有斗拱，这是一个木质的楼阁，它是为辽代建筑，但是在这个1953年呢，它是重修过。在普贤阁的对过呢，就是文殊阁，文殊阁里面就是文殊菩萨一个骑狮的一个塑像，这青狮呢，也就是文殊菩萨的一个坐骑，这是文殊菩萨的塑像。这善化寺呢，它这个辽金建筑真是非常多。这普贤阁呢，它是为辽代的，但是这文殊阁呢，它是为这个现代所建的，因为在民国年间它是毁于这个火灾。这个古建筑呢，它是非常有看头。我们看这个木质斗拱呢，它是历经这个千百年而不坏，它是既实用又漂亮，像一个巨大的花骨朵一样，非常的漂亮。这天王殿呢，它也是这个金代的古建筑，也是这个善化寺的一个三门，它里面两侧呢就是4大天王。它这里面呢也是原汁原味，四大天王塑像呢也是当时的塑像，就是非常有韵味，非常高大。身上铠甲呢就是当时将军的铠甲，非常的威武。在这善化寺三门的门口呢，还有一处的古迹，就是这里五龙壁。我们之前看过九龙壁，这个是五龙壁，它也是建于这个明代万历年间，非常难得。整个的五龙壁呢，它是由这个彩色琉璃所组成，5条腾飞的巨龙，也就是善化古寺的一个造壁。我现在呢是非常高兴，特别兴奋。我来之前呢，我以为这座善化寺它里面是由某座大殿或者是几尊彩塑，是为这个辽金时期。没想到它整个的寺院呢，是辽金建筑呢是非常多，整个的彩塑塑像也非常高大，保存的非常完整。彩塑的技法做工呢，更别提了，就更是非常非常的完美。它这里呢，也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一座辽金的寺院。其实它里面规模呢，并不是很大。过来天王殿呢，就是三圣殿，然后呢就是大雄宝殿，还有这普贤殿和文殊殿。普贤殿是老的，文殊殿是当时所重修的。但是我是在这里看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从前看到后，从左看到右，转了很多圈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我的学习呢从未停止。今天呢是受益匪浅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一座
辽金的深渊，散化股市。那我们这个视频先这样吧，下视频见，再见。